那些年妈妈不让买的公主玩具、公主包包，都说包治百病，哪个小孩能少了一个包呢？这神秘紫的配色，上面还有一颗大钻石，简直不要太高贵。打开里面有小电话、可乐唇膏，还有戒指。这是你上个月买的包？那能一样吗？这次是新款。美炸了！只要点击这个地方，然后点击小星星，小星星就会变成太阳花。拿出不要钱的手机，先点这个地方，再点小星星，就会出现太阳花。百宝箱，看它方方正正的，里面的暗格可多了。找到一条钥匙，打开第一道门，里面有一个向日葵和钥匙。继续开，我以为是门，没想到是抽屉。又发现了一把钥匙，继续解密，最后找到了镜子、梳子、两个戒指、向日葵，还有六把钥匙。我每天可以玩个十遍八遍。魔法盒，就凭这颜值，我毫不犹豫花了我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来买它。贝壳的外观还会发光，打开里面还有一个变身器，变身哈哈，我不会。它还有一条链子，可以当做项链。我们班的女同学可羡慕我了。公主手表，这手表在班里那可是人手一个。冰雪公主的选型可有是太可爱了，打开就能看时间，经常提醒我到时间，提我该学习了。终于买了个好东西了。其实它还能投影，各种图案任君选择。嘘，不要告诉我妈。公主化妆品，一看这个美人鱼的造型我就爱到不行，一打开更是沉迷进去了。里面有亮丽的眼影、指甲油、口红、唇膏、发夹，涂个口红，做个美甲。我美吗？看你皮痒了。妈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把它送给你。以上五款公主玩具，你都买过哪些呢？喵耶！